在近期的主播上，发动六名选会长出席，他外面就是侯友宜、侯高高的时候，后把天回来下，我是一个科技记。那里友宜，他们打来倒数一下，打来贵科技记，所以把它形成我们这一次的文宣。希望新北市的市民都做侯友宜的后盾，成为小长。他就是一位先祖，给我们支持我的好朋友们打开道顶感，来打造一个好日子。怎么样？这边有人要拍照，来，这个美女啊，是你铁粉的，来。哦，这个是我，这个没有。